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怀中。今天呢，我继续玩这个《马里奥创作家二》。好，然后我今天要玩的这个全球关卡呢，是这个9%的过关率，有1250多万人玩过，但是只有121万的人过关。好吧，他最佳时间是19秒，看我可不可以挑战他。根本就是搞自己啊！又是计时哦，他这又是计时的。最近怎么都遇到这只玛丽？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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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我很……刚才想说，看来我很厉害。前面看起来这么强。哎呀，差一点点，9%哦。哎跳，我哎跳，我哎跳跳跳，哎三连跳，哎放下来，哇哦！哎，我过关了，最佳的，哎呦，我跟最佳的时间是一样的，给他个赞啊！哎呦，我过关了，我跟最佳的那个是最佳的那个秒数是一样，他这只有9%而已耶，我觉得我超强的啊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我还以为多难呢，我现在是1200多万人里面的，对，分之一的第一名。那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也很多人玩，11%的过关率哦，来试试看。刚刚实在太骄傲了 ，Switch。怎么玩呢？哦，这没有计时哦，不用赶，不用那么赶。对啊，而且画得很丑。喂，就要影响我们这样子。这个丢过哦。因为这些都是玩家设计的关卡，我在想说玩家就是做这种很奇怪啊，做这种很奇怪的就是设计，然后就是会影响对方嘛。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关卡来让人家就是玩这样子。对，他有跟你，而且他的手绘的那个有够丑的。戴着钢盔，好过年。哦，这都还 OK。嗯，哦，因为他看到我就想撞我这样子。1 2 3 1 2 3，滚！来来来，哦，我在干嘛？还好，还好过棋子。
哦，那个小跳跃。先把它弄高一点。啊，不能撞，又忘记了啊！哎呦，OK，其实吃金币也没什么作用啊，因为金币就。也不能到哪里去。OK。吃花。没注意到啊！太专注看右边了，忘记左边有陷阱。到了，噔噔噔噔。OK，这边都很简单，好难好难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蛮简单的、啊，你觉得难吧？好，左边是陷阱。OK，我还以为第二会踩到。一二，OK，啊，这个也跟你有关。二一二，哎，哇，有时候要算准那个 timing 跟节奏。我在干嘛？Come on！一直撞，一直开。来吧，再吃。噔噔噔噔，过关。没有，会过关，哈哈。OK 啦，这关不错，给他个赞。我也不错，蛮强的。给我个赞！哦，看大家有什么要推荐的关卡，也可以推荐给我哦，看有没有什么哦很难的。这个是29%，来玩玩看好了。啊，又是他。这应该是二代的吧？二代的玛丽。还是三代的，看一下。哦，刚刚那个图画挡住我，都没看到有人。对呀，哦吼。对我来说，简直是一块小蛋糕。是不是一块小蛋糕？这关卡太简单。干嘛？为什么我有心跳声？好紧张。哎。故弄玄虚，哎呀，知道。
过关，这关也太简单了吧 ？OK 啦，好，一样哦。我看他的这个最佳时间是55秒，我没有到他的最佳时间。对，那我也是过关了 ，OK 啦。一样哈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然后希望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帮我多多的订阅跟支持一下，然后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关卡，在我的下面留言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拜拜。